在公路这里呢，啊，看得出来这是一条什么蛇吗？把它挑到路边去哦，金环蛇呢？在路上，在上面上来的应该。哦，很臭了。一条金环蛇。剧毒金环蛇来的。太可惜了，不理它了，拿到路边去。这个有7-8两左右的，八抬大轿娶新娘啊！你们见过这样的接亲方式吗？拍不到这些新娘了。我这个单身汉看到这个场景。还只能祝他们白头偕老了。一鸡食龙子，钻进去了。走了，这是一鸡中华食龙子啊，没有毒的。上面就是河了啊，来到这里，你看这个竹林这里，以前我发现过很多蛇类的，眼镜蛇啊、灰鼠蛇啊、滑鼠蛇都有。也有很多蚊子的。哎呀，那，哦，挺大的，扁扁的。舟山，哦，一条舟山眼镜蛇。哦，钻进去了。来，钻进去，一直钻，都不知道钻哪里去了，搞了那么多，翻了那么久。啊，想拍点科普镜头哦，给你们看一下都不行，翻了很久就找不到了，就不理他了。现在科普一下他哦，舟山眼镜蛇也叫中华眼镜蛇来的，它主要是白天出来活动觅食的，晚上也有出来活动哦，我见过几次了。它是很怕那个强光的，还有怕那强光怕阳光哦，就是躲到这树林竹林啊树林茂密的地方里觅食的。它是会喷毒的哦，它遇到敌人的话就会把这个头立起来，发出那个声音呼呼呼呼的声音哦，就是遇见了就是一边喷毒一边去咬过去哦，这很危险的哦，遇见了一定要远离它哦。这条拍不到，下期我以后我再拍哦。舟山眼镜蛇主要是混合毒素来的，神经毒还有血循毒细胞毒哦，很危险的，被它咬到的话就有两个牙印红肿还有发黑哦，那局部会过后会腐烂的，很严重，这是过后过很过几个小时后要呕吐啊，脸皮下垂啊，呼吸困难啊的症状哦，遇见了千万要远离它哦。还有野生蛇类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哦，只能拍摄不能捉捕哦，也不能伤害的哦。虽然拍不到经典的镜头哦，但还请你们帮我点赞三连支持一下哦，感谢了。好了，继续探索哦。哎呀，这里有条蛇，被人打死的，尾巴都打断了，肠子都打出来了。
这个尾巴呢，这个尾巴在这里，这是一条黄斑鱼游梭，在民居附近这里，这个水沟，被打死了，喳喳的叫那些小鸟。那里有条蛇，因为我们这里黄斑鱼游梭蛮多的，所以我一眼就看出这是一条黄斑鱼游梭的，还有很多鱼在追它，看到没有？谢谢，就在这，我爸这里哦，给你们看看一下这里的环境。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去了。